시작을 향한 한 걸음이다. 난 캔. 这人头得给我呀，不然我亏麻了。他是速四的。 吃了蓝啊。 천상의 불길로 타오르는 주먹을 쓰다오. 人呢? 신의 개입이다. 回家了. 我以为他红开的呀，这把经验好少啊，被他吃完了。 아군이 당했습니다. 적을 처치했습니다. 아군을 지킨다. 试一下这个装备怎么样？看他们都在出，先不做那个九头蛇了。现在做有点晚了。反正这把你前期确实得刷野，不刷野等级好低呀。感觉应该打小龙了吧？这。 操！第一个 Q 没送啊！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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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
굶주리게 한다. 哎呦，这样玩等级好低啊，真的。这样玩太难玩了，妈的。交闪现了，好像。哇，开呀，这路不是这都不开，不随便秒的吗？哇，这都不开，脑残吗？直接开火弹，火弹不是死了吗？他干嘛呢？哇，真他妈秀啊，这都不敢开。你妈二闪开不随便开嘛，我操，直接就把火男秒了的。我这么怂啊，玩个路还他妈是水银鞋这么怂。哇，真给我看脑溢血了，这比他妈玩宝蓝吗？好蠢啊，这不真他妈是个人才。哎呦，真的玩的真没意思呀，傻逼嘛，一点脑子一点对局势的判断力都没了，这都不敢开。真的蠢到家了。小龙那波不打都没机会打了呀。哇，说实话我感觉这波换个别的装备都杀了，这装备没有啥用啊，这装备是续航的，就不太适合盲僧。这波是个黑鞋肯定杀了，装备真没啥用，不该出的。阿哥，你看到什么？小队消失了。这样不要死你的。这他妈刚才黑切3000块肯定杀了的，这装备没啥用。好垃圾呀！
탈당했습니다. 说实话，已经急了。小龙那波不打就结束了的，不知道咋想的呀。小龙那波都不打，蠢的要死。小龙那波不打，这波又走上去输。赶紧点了吧，真的是恶心死了。又塌地，塌地掉死了。 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제압되었습니다. 제압되었습니다. 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. 포탑을 파괴했습니다. 这样 Q 过来的。 哇，这个 W 放的好，他想交闪现没交出来。 哎，不是，别吃！我现在还不能共享啊。 很弱呀，真的感觉盲僧很弱呀，明显就没男枪那么好，也就打架比男枪强一点吧，他是一个人的。 反向 Q 的呀，鼠标有问题。포탑이 파괴되었습니다.
씹힐 것이다. 에이 뭐 더 워스 뭐 더. 와 저 메이 뭐 더 워스 뭐야. 我感觉出装顺序应该先出黑切再出这个比较好一点，如果这个是必出的话，真的应该先出黑切再出这个，先出这个没有伤害，前期不需要续航的，前期怎么可能需要续航啊，前期肯定要黑切呀，中期要操作才需要这个，感觉要出也是先出那个呀，怎么可能先出啊，先出真没伤害。적을처치했습니다雕血是没 Q 到，
제압되었습니다. 와, 伤害好高啊，有无尽的。哎呦，我真的是操了，这波又他妈踩夹子了！这云锦夹子我怎么看不见呀？我这反应是真的慢，玩小炮能这种反应、啊，这 W 都躲不掉的。我操，没有秒表了。刚想起了。